这边是这个集中营的旁，这个背后啊，是一条马路。我估计啊，是很少有人走到这面来，因为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前后都没有人。这面是一条河，你看也是很空旷。这是个塔楼，这里面就是集中营了。啊，因为啊，我看着过一张很著名的照片，然后呢，那张照片呢，好像在《美丽心灵》还是《美丽人生》啊，我忘记了，就是讲集中营的那个故事里面，那个人拍到了，然后我也想去拍那个景，但是我在奥斯维辛里面没看到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在外面找一找啊。